来，林大哥你好。哎、欸，宝妹你好。哎、欸，你好。哦、是啊，记得我们宝妹穿三张哎两张相比赛的影片哦，阿宝老师，哎，拖刀吼，嗯，兵也不是我的，啊，但是我是感觉奇怪，就是伊迄几刀五，就是几刀的迄、那个，达古龙安尼，啊，我是咧看伊，唔知是因为拖子他成碱性，所以有缺铁会防坏，还是因为？诶，长高啊，买一两只咯，所以才黄去。啊，因为迄个细长的时阵哦，细长的时阵我看拢正常啊，但是到即阵买有影啊，就买两只啦吼。啊，我看十块拢安尼，啊，还唔着啥物经验要问下老师咧安尼。谢谢啊，拜拜。好，来。以这不是黄哈，这个基本上就已经是变白的哈，这个没有错哦。这种是啊，因为伊到这个后期的时阵哦，脱刀就容易这个现象啊。那么伊的这个第一个哈，就是讲啊，真济然后因为脱刀本身就是对铁就比较敏感哦，所以这个啊，缺铁性黄化的这情形哦，伫所有这作物内底吼，最容易看到的是花生吼、哦。尤其咱那是伫这个热人之水吼，即阵啊吼，咱讲炸的之水呢啊，即为什么咱有一个这个微量元素吼、哦、啊，这个真侪好朋友拢会讲阿伯啊，会当变魔术吼，这个物件，这个原因就是啊，因为迄足明显就是这个缺铁性黄化。你若总讲是要练嘛，就算啦。但是你若讲啊，要搁有一个这个买变油啊，吼，你随甲转过了吼，它会啊，因为这个铁吼，伊啊会被固定掉吼，所以通常就是讲啊，伊较无容易吼，这个伫伊的一个这个严重的时阵，拢会出伫这个新叶吼，跟伫个新叶伊要，因为新叶伊有一个这个叶绿素要生成啊，叶绿素要生成的时阵啊，无铁就无法多去作用，所以这。叶绿素的无法多生成，所以叶叶啊开出来呢，啊就不太营养啊，所以这阵也是拄着啊，比如讲七八月啊，这只只，还是讲五六月啊，这阵呢，就温度较高啊，然后雨水较侪哦，这种情形，但五六七八啊，对这个土豆来讲哦，七八月咧采收的足少，一般是五六月采收的哦，所以七八月要看到这机会较少，通常就是讲有一挂这个园吼、哦，那么伊处理了无好势，伊。这个热素系伤侪，细长诶，安尼黄心黄心啊，话讲这个消长哦，这种诶这情形滴吼，所以这是咱咧种土豆呢啊，那是细长看到一定爱真注意哦。这有当时啊，伊毋是缺铁，无一定是缺铁性黄化，但是到这个时阵吼，特别黏嘛，这阵看到呢，这多数呢啊，差不多拢是咱啊，比如讲土豆已经放签啊，已经诶开花放签啊，开始咧茎诶，啊，伫这马骝之下加伊就这个黄化诶这问题。啊，伊若是愈早出现吼，啊，这个问题就会去就影响比较大，伊就容易去啊，这个产生这种产量的这减少吼，所以一定爱稍来改这注意着吼、啊。那么首先就是讲，因为这个土豆吼，针对这个铁呢啊，相当的这个敏感吼、啊，所以就容易呢啊，那欠铁爱的造成这个黄化减产吼、啊，尤其迄伊咧黄吼，迄唔是正经黄吼、啊，有一点啊这个。啊，有一点啊，这个白雾，这款的这情形哈。那么这种呢，这是一个足重要的这原因。所以你这看起来呢，基本上应该就是这个缺铁性黄化的这问题，然后其他都还好。啊，新买呢，小花嗯，龟枯啊，盖脚安尼哈。那么这应该是土壤内底，比如讲啊，伊这那是有系什么款，比如讲伊伫这个尾手啊，哈啊尾手啊落的这个肥内底哦，比如讲进行吼，伊个碱性吼，碱性伤过老悬，伊就较容易一啊，造成这种欠铁的一个现象吼，这是第一个。搁一个就是讲你落的这肥料唔对啊，那么用的这个肥料呢，这个尿素下了伤过头悬吼，有个人会讲哇，你下一挂啊，迄奔放的啊，奔一下就变安尼吼，伊个有当时啊，伊要互伊啊下一挂奔放的，就是一种。啊，类似像细胞分裂素这种物件，你甲转落了，伊个土豆真的会比较大吼、哦。有时候啦吼、哦，但是呢，啊，通常即个大个拢唔加密。啊，但是呢，啊，你甲用落了，伊个新陈代谢嘿增加，所以伊个新脉出来吼，也个顶吐新血。啊，吐新血的时阵，你就昏去啊吼，迄阵呢，啊，就会即个缺铁吼、哦，所以呢，对于土豆来讲，啊，这种情形就真容易来个即发生。啊，一般伫土豆内底缺铁、缺锌、缺
啊，缺镁吼，这种拢会去造成伊个一个即黄叶吼，啊，即内底上介严重一般都是缺铁吼，所以啊，即缺铁通常是伫即个肾脉吼，即通常啊，尤其你注意啊，看细长的时阵吼，啊，幼幼啊，爱得安尼白雾白雾，下骹许正常啊，即种就是啊，即个缺铁吼，啊，有诶是小花啊，小花伫下骹许正常啊，诶，叶啊小花呢褪色褪色，但是伊种拢毋是干呐。干那黄，然后你甲看起来真正有时啊，用眉拢变白去安尼吼，一点啊，因为你梳拢白吼。那么通常就是讲啊，即、這个土豆吼，那是啊，底下石灰质较重的一个，即个土壤就是讲伊个碱性带真重，还是讲伊进前要种土豆的时阵啊，人家讲迄个叶吼，即、這個、土豆爱下瓜即种叶杀菌啊，即、這個、青石灰啊，用瓜讲偌好拄偌好吼，啊用瓜青石灰去解杀菌啊，杀一个了就会变了呢吼，即、哦這个物件就是安尼，这是一个。那么有一个就是讲啊，伊拄啊好伫即、這个啊开花啦吼，啊是讲放钱啊，啊是讲伊当咧大你甲转过即、這个。转过冻顶的这种物件，那形容去拄到啊，去拄到这个落大雨，还是横淋压水吼，伊这铁离子呢啊，伊就有可能呢，就流掉去，还是固定掉嘞吼，而、啊、且有效性，伊个根接袂着吼，因为落雨土豆足惊堵水啊，所以雨含水量若较侪呢，啊伊就造成这款的一个问题，所以啊，进前我前两天好好，阿塔今日就变安尼吼，这通常的这问题。啊，真侪拢是因为这种缺铁性黄化。那除了这个欠铁以外哦，有当时啊，就是讲啊，这个缺锌呐、啊、缺锌这种的这物件，但是一般缺锌，伊个叶也变较细。哦，伊嘛是会泛黄，但是伊个是黄，有时啊油油哈，安尼油油黄黄，哎后盖土豆结起来结作细粒，但是你这個。是缺铁，唔是缺锌吼，因为恁是规个拢白啊叶啊，无变较细叶，所以一般这种呢，啊，这就含这个缺铁就较无啊，较无关系啦吼。这唔是含你那是叶啊变细叶啊，就是缺锌啊，但是你这叶啊无变细叶，所以这啊纯粹就是这个欠铁啊来解这个引起。那么下去黄叶吼，这有当时啊，佮有一种情形是下骹叶啦。讲伊迄个啊，新买还好，下骹叶安尼哪从叶安尼褪色褪色，这是台湾足少看的缺氮啊。这台湾足少看，啊，你这伫新买吼，足、哦、标准的伫这新买吼，所以呢啊，这个基本上吼、哦，基本上呢啊，这应该拢是这个啊缺铁性黄化的这个、问题啊哈、哦。那么有个人会跟你讲缺硫吼，缺硫伫下骹叶吼，就想我别讲啊，跟你讲叫你得爱落去说啦，这个正咖喱哇，听起来就得力的哈、哦。啊，缺硫伫台湾呢，这个土质内底要遇到缺硫的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很难啊。哦啊，咱因为第一，咱落的这个硫胺，咱落真多，吼，咱落肥呢，啊，落硫酸盐类，这个机会足大，所以你要缺硫的机会足小，吼，所以呢，啊，这种就是讲，你当该上简单哦，就是用 EDT 的铁，吼、哦，咱有一个啊很不错的这个吼，啊，又铁又镁的，吼、哦，这是让你装材料呢，铁顶水的，哈、哦，这铁顶镁的，哈、哦，啊，这种呢，铁来改补，啊，速度就足紧，那水装过的，并讲你。浪河旁了哦，这落雨这两天啊落雨就算了。啊，即马那是较好天，啊你去甲转者，伊就回转。啊，那要念啊就算了。但是你看起来这应该是阿袂哈啊，这个阿袂转过冻顶的，所以呢啊，这个爱好伊，因为伊伫买机哈。尾气呢啊，也较容易去造成这种的这个问题吼、哦，所以表现出来是缺铁，但是是安怎会欠铁啊？这第一就是讲啊，伊个土壤碱性啊、哦，这你要去了解迄个原因。当然，你即马讲铁甲补者会好去，但是未使大概拢安尼嘛。你也知影讲原因是出伫底，是毋是伤过头碱性吼？还是讲长期这个所在拢种土豆，那么伊这个樟头较无遐尼啊？用啊，但是这看起来还好吼，算讲要去改用，所以啊、这部分呢就比较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无真大这个问题，所以你再注意者吼、哦，是不是啊？这个碱性的关系哦，这是第一点啊，不啊提醒你爱小啊强调的一个所在。搁一条当时啊吼啊，伊这种欠铁是一时间就是讲进前刚好安落。落两一寸雨了，就怎变安尼啊？吼，伊迄积水，吼积水的时阵，吼，伊迄土壤内底，即个因为含水嘛，啊，即土壤的一个根，吼，啊，土豆的即个根，伊会缺氧窒息，所以无在调去吸收即、這个啊，即、這个营养，吼啊，所以变作呢，啊，伊就即个明明屁股高啊，接袂起来。
哦，即即某即种诶，即啊，你甲补当然有效，但是就是讲，你一定爱注意哦，即一定爱注意呢，爱甲伊排掉排好，即个好势吼。那么即种诶，一定爱小心哦，因为呢啊，你若是水分伤过头济，或是讲迄、那个啊，比如讲像伊甘水啦吼、哦，各种诶即原因哦，啊去造成着即个问题啊，即得爱啊为即所在呢来甲伊做者即个处理吼，即、哦、通常是有即款诶一个啊即、这个情形啦吼。哦那么，搁有一种情形吼，就是虾米款呢？这通常，伊心尾吼会小可有一点啊，这个啊，伊通常是血啊变形。那因为你这血啊无变形吼，所以我就唔敢甲你讲啊。因为有当时啊是虾米情形呢？杀草剂吼，比如讲，伊去转个浸草剂的吼，还是讲边啊有人咧转这个花花草。啊，拄啊好吼，一阵风啊，给它飘过去啊。但是你这龟窟窿有这应该唔是去抓到草药啊。一般有当时啊也黄叶哦，比如讲吼草药啊去打掉啊，这种伊卖黄叶啊卖小花呢，因为迄足轻呢，迄草药啊足轻呢，爱着白雾白雾。但是通常伊会定点啊，你这无这嚼嚼吼，所以这一般来讲唔是这个草药啊这问题吼、哦。那么搁有一种就是讲伊唔是干呐。伊毋是干那心尾，嗯，伊个规长拢安尼黄高黄高吼，即甚至啊，最主要的是讲伊个白根呐吼，那个根的问题比较大吼啊，伊嘛黄叶啊，但是呢啊，咱都要去判断吼、哦，就是讲啊，伊到底是虾米款啊？你即下骹叶啊正常吼、哦，啊长头嘛好好，啊长势嘛真惊，啊规片拢黄黄吼，所以伊即嘛毋是迄个问题，所以主要就是即个缺铁啊，但是是安怎欠铁？有可能水甘伤济，有可能土伤。过头尖，啊！你一定爱去了解到底这个问题出伫对，这后摆较袂去发生这种的这状况啊。那么这伫遮，互咱就是好朋友呢啊，小做者这个参考吼、啊。尤其呢，这土豆吼，这阵啊呢啊，咱伫水分的这个管理，尤其较后壁这只只吼，那、啊、是五六月啊呢啊，咱开始特别念进程啊。那么伊水分较侪，一定爱注意吼，一定爱注意这个排水吼。这通常落雨了呢，啊，随时都要把这个水这个排掉吼。因为这水若无排掉，第一吼、哦、就是讲啊，伊就容易得病吼、哦。第这个是算得病算上轻的啦吼、哦。这有当时啊，堵得甲堵死啊，加堵水就要甲土豆堵死吼、哦，所以一定爱。啊，相当的一个注意吼、哦，那么啊，这大概是这款的这情形吼、哦，这当我咱好朋友啊，小做者这参考吼、哦。啊，咱咧用的时阵呢吼，比如讲啊，你该补一撮啦，这个铁剂吼，这啊补一寡铁吼，啊补一撮啦，这个镁吼，啊伊这啊伊这个叶绿素呢吼、哦，也当补等。啊，你若讲后礼拜要念，后礼拜要念就算了，但是你这无啦，后礼拜无可能念啊、哦，所以你也当该补一点啊，这铁啊这啊三两。较袂降低吼，所以大概是安尼处理吼。啊，那阵讲雨水甘真济，啊，你可能上介重要诶，即个所在就是啊，即、這个一二三吼，一是啥物吼？即、這个啊，即、這个排水吼、啊，罐头二罐头过筋啊，过来开始病虫害即个防治哦，所以最爱先甲伊即个处理掉哦，这个大概呢。啊，大概是咱是个上重要的一个啊，咱讲的讲叫做重中之重，上重要的这个所在，那么一定爱小心啊。有诶讲，迄个得啥物病，唔是啦吼，你这看起来都不是啊。啊，这是一个这个缺铁性的这个黄化哈、啊，那么小注意者吼、啊，这一般来讲呢。那、啊、水吼，卖伤过吼，水分伤过后，坐过来个畸形吼，会出现着这个欠铁的这种土豆园呢，啊，真侪拢无用溶磷菌啊。我当安尼讲啊，你那是有用溶磷菌啊，那么拄着这种雨水侪的时阵呢，啊，伊这个微生物吼、啊，土壤内底这微生物的活性会变好，啊，伊就较容易吼。啊啊，较容易即个磷甲铁去结合，啊，也去哦，即个溶磷菌解开，所以不容易缺铁哦。所以你用溶磷菌啊，不容易缺钙、缺铁、缺钾哦，即几种就较无容易啊。伫咱台湾肥料多数是啊，你讲有呢啊，不啊，我有用溶磷菌，啊嘛个会白心啊是安怎吼？有可能就是土伤过头尖，那么你也可能就是已经 pH 呢，可能就是讲啊，伫这个 7.5 以上，接近八，甚至到 8.5， 啊，你搁用到啊，进前搁有落这个啊，这种青石灰、石灰之类的吼、哦，去杀菌，还是讲你下这个
这个什么东西，比如说像这个尤其这个肥料，尤其肥呢无法干完全的，这都会有这个精神，这精神就会造成造成这个缺铁，有的人说这正常啦，这这特别采收啊，拢会安尼吼，对啦，因为到尾啊，筋会较无力，会安尼无唔对，但是呢，你相对呢爱稍注意一下吼，这个都不是开玩笑的吼，因为你若是尾期较掉的时阵，就要吼，就无会讲啊，若是讲头啊，只只只掉呢，还离采收要阁超过十工以十十工十五工以上，那么一定爱稍补一下吼，这种通常有一个这个好处。那么这通常比咱讲的讲缺铁性黄化齁、这大概是这个道理齁、这当我咱听众朋友齁稍、做一下这个做一下这个参考齁、这一般来讲这不是病啦齁、有的人讲这个铁可能是夜斑病啊，什么也变黄黑，夜斑病也超大齁、你也看到有白斑，这纯粹是干那黄黑齁、所以这应该是这个缺铁性的这个黄化的这个问题齁、那么这是精神来的呢齁、就是真容易出现的这个问题，所以咱常常不好常常提这种要去讲去一挂好朋友拄着，咱拢客气个应吼。都有一点因讲，哎呀，他那咧变魔术的安尼吼，抓落就好去吼，爱有对症下药，抓落就好去吼、这是头刀缺铁性黄化这问题吼、但是你知影这个结果是缺铁性黄化，但是是啥物原因，你爱去啊找出来吼。无你大概拢会去拄着，小可若落一下雨咧，人无代志，你就去拄着。为什么安尼？有可能是土壤较畸形，有可能咱咧土较稀黏吼，即、较无适合种土豆吼、有可能你无用农林菌吼，等等的这原因吼、还是讲土都已经许啊，你下想搁下即个石灰吼、莫名其妙去下即个石灰即都无共款吼，所以即通常是安尼。那么，若准讲即块地，讲无啦，即块地都恰恰拢会安尼，就有两种解决的方式：拍地的时阵用过磷酸钙啊，讲拍底，因为过磷酸钙较酸啦吼，所以拍底你用过磷酸钙，用磷酸啊肥，千万唔通过去下石灰哦。你确定就是讲伊个 pH 值的这个关系，比如讲伊较碱性，较碱性就较容易呢出现到这个缺铁哦，较碱性的较容易欠滴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就是讲用这个溶磷菌啊，溶磷菌加用两遍啊，因为溶磷菌加用两遍啊，尤其这个你放钱嘛，迄阵咱的。要放钱嘛，遐咱来饮水嘛吼，迄个时阵你家下一撮了溶磷菌啊，那么这样起来也好过得，给足好诶吼。这溶磷菌呢，伊就较无容易欠铁哦。然后到这个尾期的时阵吼，到后面的时阵呢，伊就较无这种的这个状况吼。这伫家呢，当互咱好朋友呢伫未来吼，你管理上少做参考。即卖女落雨吼，你讲要落料吼，要落。买落去转油啊，什么吼，迄种不现实啊，是不是安尼吼？咱来讲着对吧？就很不现实。不现实的这情形之下，咱当然呢，就是讲你得等到好天开来改，这个做处理吼，就是再补一点铁啊。都只一直强调，就是讲这拢有效，但是呢，你一定爱上界重要的一个这所在吼，就是讲你后摆呢一定爱知影吼，变哪事先来改预防安尼哈。那么这当我咱听众朋友吼，小做者这参考哈。来，时间上的关系吼，现在53分、54分了哈，剩无两分钟的这时间吼，我们要往下看呢，也比较不适合，所以等下呢，我们就是先休息一下哈，进攻过了呢，再过干。对，当然把握一下时间哈，是最后呢，够得加减啦哈，等于讲会当进广告嘛，但是最近这个出头较济哈，所以够阿伯啊啰嗦一届哈，就是讲这个时阵雨水量真大哈，这一定爱去顺顺啦，浪河旁。那么横林呢，尽量都卖互伊积水吼，这是一个上基本的这原则。你若准讲，万一若是有积着水吼，这个咱是不是先排水吼？这灌啥物拢后壁较讲吼，先加水处理掉，
先排水啊，排水来罐头，罐头要罐啥物哦？罐叶病这个药啊，哦，比如讲啊，像这个洛梨、阿巴卡多哦，这种最容易得这个疫病哈。那、哦、么你罐一挂叶病这个药啊，哦，罐一挂这个芒果病哈，瓜、哦、啊类哦，通常这阵啊呢，注意一挂芒果病一个这个用药哦，特别像苦瓜，唔是干那罐头爱个洗澡哈。那、哦、么注意一挂这个，所以罐头过紧哦，这先把头处理好势啊，刷落去呢。啊，会当留咧行哦，咱过来较辛苦一下哦，可能在后面咧啊，因为这个病害较严重哦，未使等伊起来哦。你啊，我等出日较好天，较来转，都无啊。透雨、冷雨、风都爱去转，所以你啊，这个有呢，当该用一挂较粗俗的药啊，哦，比如讲四片呐，哈啊，还是讲也较唔惊水哈。啊，然后用一挂啊，较有这种系统性的这个药啊，哦，比如讲像啊，伊是这个亚托敏这类的达美芬，哦，还是讲佛比巴克，哦，这啊，炭酸亚苯啊，该做一个这个处理，哈、哦。那么你罐头的时阵，因为雨水较侪，你会当用维他命 B， 哈、哦，啊，先用迄个金的，唔是讲等好天出来，好天出来伊就温热啊。你若无先啊，这个时阵先处理哦，啊，所以一定爱先提早。那么伫尤其伫这个根部的这个保护的这个部分呢，啊，这维他命 B 哦，这啊咧用呢嘛是新鲜啊，吼、哦，咱好朋友呐是有这方面的这个需求，那么较含呐，唔知讲迄是虾米款，唔知要怎用，啊，较含订单啊来改这个做一下这个联络，吼、哦，提供给咱好朋友，吼、哦，小做一下参考，哈、哦，嗯。